喂，给佟天爱转正。佟天爱，你看一下吧。劳务合同，经理，才一个月就给我转正了，快签吧。每个月15000，这也太高了吧？公司觉得你是可造之材。咱们民宿啊，被收购了。什么啊？你怎么了啊，经理？崴了个脚。秦总吩咐了，他说你受伤了，可以带薪休假。啊？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就辞职不干了。哎，别辞职啊！哎呀，你受伤了。薪资娘。天爱，你不能辞职。哎，若你辞职的话，会赔付违约金。还会影响你的工作，你好考虑清楚了。我自己去跟他说。